你们学校的学生穿校服吗？穿。我每天都穿校服上学，你呢？我也穿校服上学。你们学校的男生穿什么校服？他们穿白色的衬衫和蓝色的裤子。女生呢？女生穿黄色的衬衫和红色的裙子。你喜欢你们的校服吗？不喜欢，我不喜欢校服的颜色。你新年要去哪儿？我要去英国。你要穿大衣、外套和毛衣。你也要戴围巾和手套。好，谢谢你们。